今天吃这个叫小姑娘蟹子。现在这个螃蟹是最肥的时候，但没有多少花。这个叫二母蟹子，比较小。二肥呀，早晨腌的有点没腌透。这是螃蟹的鳃被藤壶给侵略了。这个蟹螃蟹的蜕壳就是大母了，就是我们吃的酵母蟹。现在没到时候，现在吃肉比较好，花不太行。